谁是老鼠屎？今天非常开心，邀请到，耶，梨花的李欣。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游戏规则。题目皆为各大厂牌车型，游戏中共有四位诠释者，一位解谜者，诠释者接棒画出题目的车型，解谜者依照画作内容猜出正确车型，成为老鼠屎最多次的人，惩罚打屁股。计时开始。是什么？哎，来了，好，来下一位，李欣，换你画。好，下一个。好呀。李欣，你画得很好的。对嘛，我画出重点啊。哎，你那个，你刚刚加红心，你刚刚你在加红心。好，下一位。完蛋，你怎么画的不一样？哪有一样啊？哪里不一样？有一点。好，那点这么重要是不是？什么车？应该是宾士吧。哎呦，你知道是车头还是车尾吗？车屁股啊。哦。这个其实我看不太出来。G 卡。打错了。你觉得有跟刚上一个有差别吗？就比较有速度感的。差不多。速度感。感觉比较便宜啊。那个 logo。没有，不要管 logo。哦，有人 logo 没画好。我觉得没差，我们下一个。他说。宾士的啦，一定是宾士的。一定是宾士的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。看源头。C300。乱猜！来，我跟你讲，我猜，你们在你们的板子上面写出你们在画什么车，唯一可以挽救你们分数的时候啊！废话，你看原图，妈的，你看原图，你写答案当然对 ，G L A 啊 ，G 问号 ，G 点的意思 ，C L A， 答案是 G L A， 真假的？谁是老鼠屎？陈一鸣，陈一鸣，陈一鸣得一分。全部都往右坐啊！换那个，我是第一个。现在是屁股的45度角哦。开始，45度。看，不行啊！你把 logo 画出来，你把 logo 画出来。logo 啊，车格画。等一下，我追加5秒给你。2、1，好 ，OK。画，攻击啊！再一个。OK， 下一位。哎，完蛋了。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手机。时间不够啊！我跟你讲，就算时间给你够，你也画不出什么东西。哎，那时间够真的画不出来，太难了。好，时间到，来。这个就是那个啊，什么？哪个 ？Jimmy， 来，我先不公布答案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下一个，有改变答案吗？没有。好，维持原来答案。再让你看下一张。没有，我不要看第一个。中间那个。你看什么？你等下看第一个，你就知道了。原版，你看，它就长这样啊。这什么？不用表达出一些东西，你的回忆里面一定有这台车。你维持原来答案。Jimmy， 好，来。菲亚特500啊？确定啊？很难画哎。谁是老鼠屎？苦瓜，一定是自己画一条老鼠屎，大便在这边。开箱很会画画，哎，还原度很高哎。摇头看哦，开始。4、3、2、1，下一位。3、2、1，好，下一位。看，我怎么觉得你们什么车给你们画起来都长得一样？你老师哎，啊，画完了，画完了，下一位，这是什么 ？OK， 换你。哦，我好像知道哎。哇，真的假的？死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死哥，死哥什么 ？OK， 开奖。这我猜不到。啊？哪有 logo 啊？那个连在一起的，这连不需要 logo。等一下，那题是啊，那个道奇。哇，道奇哦。不是啦。不是哦，是道奇。来换下一个，看你有没有改变答案。哎，画得很好哎，精致啊。我还觉得是道奇啊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哎啊，什么？哪个啦？奇美。奇美是你确定吗？奇美11。确定了，对，好，来，你们觉得你们在画什么车？马肯泰卡，泰卡，答案是911。
耶！变个屁呀！猜个屁！谁是老鼠神？我芒果，我你有一个大的子女啊！来画画纸，啊画画，好可怕！画的画第一个，这个我怎么会有煤气管呢？对，还要电车哎，选配的啊，自己装上去的。帅啊，来喽，预备，开始。老鼠屎是谁？让我们看看这些屎是谁。笑成这样子，好可怕哦！八、二、完蛋了，一，时间到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哎，完蛋了。哎呦，泰山有感觉到他知道是什么车，我觉得泰山知道是什么车。四、三、二，哎，直接到下一位。哎，先画龙我的。谁？我觉得泰山有扳正。谁啊？我是觉得他有扳正。你理解力很好。对，他理解，我知道，我觉得他知道他要画什么车。真的假的？你不知道？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直接开。你知道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救护车。五、四、差不多。哎，换车屁股。二，差不多啊。一，好。什么车？什么车？猴子智慧。什么车？雪佛兰大黄蜂。耶、yeah, ，没错，不敢。你确定不敢？确定不敢。那这个？对，没错。大黄蜂。雪佛兰答对。哎、yeah.。全员答对的话就没有老鼠屎啊，屁股哦哈，一样是屁股。计时开始，跨赛，跨赛，先跨赛。第一位是谁啊？陈英杰。哎呦哎呦，救了这个图，哎、这个救了这个图。哎、时间到，哇，最后那个画阵救到这个图。我知道。开始，泰山不要偷看，我没有看、啊。三。二，真的？这什么？哦，你一点画，你注意 logo， 注意 logo， 你画的漂亮一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王谢珍，王谢珍，哎，知道，来这个。别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，对不对？知道，知道。哎，螃蟹珍，哎。二，真的？好，前面。妮妮库珀，看下一位，泰山的，没错。没错，没错，画的人觉得是 Mini Cooper 举手，全员通过，没有老鼠屎。我跟你讲，依萍最后画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国旗，对，其实照片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照片其实没有这个，他给人家加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跟你讲，我对的太好了，我要提升难度了。不行，这样会变老鼠屎的。计时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你讲。我看到老鼠屎。陈林啊，哎、欸，我看到老鼠屎了，画的很像哎、欸，不太像。我看到老鼠屎了，陈林是。三、这样子二，下面一位。哈哈，老鼠屎第二个来了。但是我画太胖了。四、三、二，接到。我跟你讲，从这边开始崩坏了、欸。是我吗？一定是你啊！为什么？我以为是我。观众朋友也会知道。以为是你。他说他以为是他。四、三、二，真的。好了、欸，我完蛋了。芒果，你猜对了，这样就没有了。奥迪、PT， 你们写上，你们觉得你们在画什么？知道。你知道是奥迪，然后你觉得是 A1 A1 你觉得是 Q。TT 耶、yeah! ，是啊，请问 TT 的特征在哪里、啊？因为他这台画的，一开始画的比较扁，然后比较有那种跑车，然后屁啦，你画成修旅车，对啊，修旅车，你画成修旅车，这一题有争议哦。来，谁是老鼠屎？你最好陈一鸣，哎，指他啊，指他，我答对，我答对，那我自己。好，哎、欸，怎么你看到我的屏幕在笑是怎么样？嗯，来哦，开始。开始就要走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，谁到？下面一位。完蛋！哦耶！这怎么画呢？每个看到题目的人，第一个字都是干。三、二，谁到？一。
一定是跑车系列的，对不对？靠腰哦，那 logo 妈的！这个快点快点，写中文，不要犹豫，写中文的。来下一个，我开始变圆的。哎，你有慧根呐？变圆的靠背。来，谁的？请猜。但摄影机，我猜到看一下你有多蠢。我猜到了，安全帽。法拉利四五八，这从哪里看出来是四五八？就是尾灯那一颗啊。有没有觉得像企鹅？哎、欸，我觉得你画的，有没有觉得像是企鹅站的？哎、欸，我看一下泰山。哦，哎、欸，很强。哎、欸，你好强啊。对啊，四五八。真的、啊，四五八。保持。对嘛，站起来狮子嘛，对不对？法拉利四五八，法拉利。好，答案是法拉利。四八八，哎，跟四五八，我猜到法拉利不错了啦。谁是老鼠屎？屎？谁？我猜了，我屎屎。最后一题喽。你要哦，你看我一下。嗯，开始。三、二、谁呢？你这个作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是他的特性。谁呢？死虚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们都画这样，谁知道这是什么车？只能猜到牌子而已。来下一个，欸、你换完了？没了，还没了，还没了。哇，整个完全简化了，我操！是成品完，差不多吧？很笑哎、欸，很笑哎、欸，立起来。为什么四颗东西啊？肯定是赛车的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沟通，不要尝试。Connect 。锁定了吗？锁定。哎、欸，你的窗户呢？你也没窗户，有点改变、啊，还没有变 S 了 ，S class 的。第一个是这个是啊，那、no, 没有，我觉得就是 AMG 那个赛车、哦。答案是宾士的 GT， 耶！谁是老鼠屎？我不能指我自己。为什么没要指？好像还好哎、欸。所以没有老鼠屎。耶！没有耶。这两个要决赛吗？决战吗？好，我们两个决战。一人画一瓶车给芒果猜。好。哦，哎，很强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很强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谢谢你称赞我。边画边社交。哎、欸，加油！好，你画很好。准备，你不要了。开始。决战紫禁之巅。哎、欸，你画得很好，你刚为什么没有画出那个标签？每个都画很好。对，刚刚没有那个标签啊。二一，时间到！谢谢陈玉平，我们一定会赢。BZ 破叉 ，BZ 破叉，高手李斌呐，李斌呐，正确答案出现了，老鼠屎是陈玉平。进入惩罚环节，让你的队，哎、欸，你不要。打歪了，太小声，换你别打。手下留情，要再多打一次哦。对啊，什么意思？一、二、三。啊！我觉得你有点手下留情。我有。我看下一个再决定。泰山，泰山感觉很会打屁股。泰山感觉很会打屁股。对，好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叫泰山感觉很会打屁股？看起来像刚刚这样子挥。我可能会打到菊花。来，好中间哦。不要啦。哦。你要换是不是？我要换。你知道跳水只有大力吗？你要有这个力。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御姐的感觉了。对啊。你太大了！怎么你太大了？哎，被男生这样调屁股好奇怪。芒果是最狠的。哇！哇！倒霉。谁最痛？我最痛啊！哦，所以他的头发就赢过他。对，好，他有赢过泰山。所以苦瓜最轻，所以苦瓜干嘛？你打他，我打他，不是这样子啊？不对吧？耶！好，玩的游戏这样结束还 OK 吗？还很好玩，还顶得住。被打的不是自己都特别好。好的，这个我们新的摄影棚启用，对不对？邀请到雨熙，要喜欢的节目要记得留言让我们知道，也记得要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，还有雨熙的影片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